季和平饮食亚洲巡回展27日下午在台中清新温泉饭店举行记者会，主办单位新觉醒文教基金会不仅邀请两岸三地致力于推动书史的专家学者畅谈吃书史的好处，记者会由艺术上升时尚飞行秀揭开序幕，在时尚创意与整体造型界极负盛名的陈俊腾老师特别将蔬果元素巧妙融合在时尚设计中，诠释蔬食是一种高雅的时尚趋势。现场安排四位 model 将蔬果穿上身走秀，让人大开眼界，叹为观止。同时也邀请到日本赫赫有名的心灵书法家四山喜博现场即席挥毫创作，吸引了群众们的眼光。而在日本也有两所学校，在接受了四山老师的祝福之后，他们学校都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获得了优渥的成绩。四山老师将会把这一幅画送给捐赠给新觉醒文教基金会，作为本次世界和平饮食亚洲巡回系列活动的经费之一，因此我们会非常仔细的去挑选有真正能够传递和平饮食精神的得主来取得它。今天的活动最主要的，其实我们是很想告诉所有的我们大众的好朋友们，其实蔬食也可以吃得很健康很时尚。也许我们在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可以开始从动物性的蛋白转变成纯植物性的蛋白。我想这样子我们会一起就是跟我们新觉醒文教基金会这一次所办的系列主题，就是蔬食健康环保救地球。 The innocent is an ancientwisdom of harmony and compassion and respect for all living beings. 纯素食呢，其实是一个古老的教诲。那这个教诲的中心内容呢，就是要尊重，然后要给所有其他的生命同理心。Now seeing that modern scientific research says the same thing, that if we abuse animals for food, we destroy our earth and we destroy our health and our society.我们从现代科学也可以看到，如果我们虐待动物，然后食用动物的话，其实我们也是在摧毁着我们的社会以及我们自身的健康。And we're seeing that a vegan way of living brings world peace, brings health, and it is also delicious. 我们还看到纯素食呢，其实是可以为我们的世界带来和平，也为我们创造更加的健康。素食有三大好处：第一，对身体好健康；第二，我们吃素的人不用杀害欺负那些动物；第三，其实最大的影响力是我们吃素可以让整个世界节能省碳，免于温室效应的后果，所以一举三得。所以请大家赶快推广，大大推广，对大家都有好处。谢谢。其实我们刚刚结束在作为整个世界和平饮食亚洲巡展的一部分，我们在大陆其实12个城市这个在13天的时间我们举办了20场，行程非常紧。其实我们在传递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从科学的角度告诉大家，1945年我们形成的以肉食为主线这个营养学，差不多不到25年和30年就出了很多的问题。经过了大概20年的沉淀，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这个我们叫做全素食营养，英文叫 Whole Foods Plant Based Nutrition。 所以经过60年的探索，我们人类终于找到一个新的营养的分支，可以给我们每个人带来健康。而当我们每个人都去推广这种饮食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我们具备一个机会，就当很多人参与到其中的时候，我们可以让所有人的力量集结在一起，达到从量变到质变，这样就有可能能够形成真正的世界和平饮食，来梳理整个工业文明给我们带来的种种的问题。我们知道素食已经成
们希望这个世界能够有更多人改变他的饮食，除了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健康以外，也能够帮助我们的地球变得更加漂亮。我们知道台湾已经是一个素食天堂，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我们更希望台湾能够引领我们的潮流，成为整个华人地区的先锋，把这个素食文化带到全世界去。谢谢台湾，感谢各位。新觉醒文教基金会创办人圣坦达玛老师有鉴于肉类饮食文化对于人类身心灵的失衡与地球暖化所造成的气候巨变，已经来到了一个不可逆的临界点。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迫切需要将食物背后隐含的真相公诸于世，让更多的人了解食物对于个人、家庭、社会与地球环境之间不为人知的因果关系。素食已经从各种各类的数字上面显示，不管是对我们人体的肠道，对我们提升人体的免疫力，还有细胞整个在吸收各种营养的成分的素这种效能，已经比肉食还要多非常非常多倍。而且就像刚刚我们也在这边分享的，其实素食已经来到非常健康时尚这样的一个文化的潮流，不仅仅是对自己的身体健康有帮助，而且对整个环境的保护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步。那我们新觉醒文教基金会也是非常相信，如果每一个人都愿意从他原本是摄取动物类的这一些食品转换成纯素食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的时候，我相信会对我们自己的健康、对我们家人的幸福，还有地球的未来，会帮助非常非常大的助力。谢谢。因此，在清新温泉饭店举行绝食之夜，除了品尝五星级的素食晚宴，希望更多的人因而苏醒，一起加入素食环保救地球的行列。And we'll be bringing it in a few days to Vietnam and then Singapore. 这样的启发呢，我们会继续把它蔓延到越南、新加坡。So we know that we're all working for the same cause. 我知道我们都是因为同一个因、同一个原因正在努力着。And it's a cause that is essential for our children.这个因呢，对我们的下一代是非常基本、非常必要的。And there's a whole web all over the entire world working with us. 在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网络，都跟我们一起共同在努力着。And love is the greatest power in the world. 爱是这个世界上最棒的力量。Thank you all for your loving actions and all your loving efforts.谢谢各位爱的行动，爱的努力。No effort is ever lost. 所以你的每个努力付出都会有收获的。It all contributes. Every little drop will fill the ocean. 就像每一个小水滴贡献给这个大海洋一般。谢谢。Love Taiwan. 谢谢大家，我们非常的爱台湾。And spread the word. 让大家共同吃素嘛，吃纯素，而且并且把它扩散到这个世界。那我们庆祝这2016年世界和平饮食亚洲巡回，非常的每一场的活动都非常圆满。那我们一起举杯，谢谢大家。